题想要请教你哈。你是在喊头问题？莫爱用音啦，不用问一下，不用办哦。好，那个客家的歌舞啊，用扮演长都按照好歌词啊。凭良心讲，我哋客家的歌词哦非常多，嘿，又可以讲汗牛充栋，嗯哼，哦，几啊万数，但是也有条唔系好歌词，哦，有条系好歌词，也有条唔系好歌词，嗯哼，好歌词一定要给他条件，第一，哎，非常感人，感通人。感同人、意见呢非常深刻，还有呢，爱非常的简单，有道理，让人谈的清清楚楚。哦，谈的是，谈的是，莫讲你藏的乜个东西，我想唔到。哦，讲个东西，哦，讲关于讲普通话那个比较白话，哦，口语。嗯按用的时间呢，谈的人呢，让我们按实力。从啊，一下好好啊。对，还有呢。我写得出，写得出咯。后边有条写唔出，逼逼卜卜那样写，逼逼卜卜。哎，有条歌词吼，虽然当好，但写唔出咧。后边就难传下去，写唔出都难传下去哦。就按个歌词呢，就是有迷中不足的地方，只能够口传，冇办法用文字来文字来写传下去的时间，也没有好歌词。最重要一个好歌词，怎样？用吧。合唱。好唱，本身托起来当顺口，还唱起来也当好唱，哦，都朗朗上口，那样个拢好歌词。哎呦，讲起来个话咧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又还有问题，当然还有呢。跟因讲诶，唱山歌多大有嘛个好处呢？哦，好处青头，用班个好处，治愈于人，自家快乐，系一片人快乐。所以我唱山歌呢，在头摆来当有人言，他家就来听下，做事的时间呢，当然要来向下做事，唔会孤单。哦，因为佢做从三个本台家谈。还有，唔单止同性哦，还有异性啊，哈，可比讲，谁来会唱山歌，连师妹呢也非常喜欢来做朋友。可不俾佢吓到啊？佢当然啦，我要做连沙哈，当会唱山歌。嗯哼，佢特别唱山歌哈，夹个厨房嘅师妹哈，谈到唔晓得聊菜啊，唔晓得做菜。哥呀，佢吐三只半样嘅，安到啊！还有菜，我唱成个人嗬，当当然我推佢做先，推佢做先，用白光，就唱唔样。啊，见面我哋唔嚟唱唱一条山歌，我哋开胆歌，唔唱柴歌。开胆爱开来嘿，我就开，唔就硬唱，我就硬开啦。哦，咁你唱到好嗬，我嘅北京胆条嗬就变强哦。用于按套堂的歌曲，咁你啊，实在来欢迎俺个温正玉先生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。堂的熊子怡两首好听的歌曲，先生，熊子怡，我取到俩真紧按到熊子怡。对啊，佮生意呢，就是来做作业，爱送去去学校。到你阿妹又接进来，跟咪熊子怡，头摆没有，头摆熊爷娘，熊爷娘，跟上啊。也爱一太早就出去做事，到临暗咧，还要半夜贪腐猛赚，跟外地做字眼人哦，佮你心焦。心焦之外咧，还袂烧啊？还袂烧，因为出去我边咧啊，见行见灯，看也爱赚嘛。还袂见天。嘿咯，想起你会心酸咯，想起眼目子就会出咯。哎呦，唔讲唔要真言出啦。假嘅哦，我讲，因为又系无才哦，我系非常挑。哎呀，你点解挑嘛计呢？我挑嘛噶，咁我成天在外面鬼混啊，哎，跟鸟们自由呢。哦，我记得我嘅福报嘅荷包吼，喺我天堂。做得一秋水哈，秋水嘅，还做得做嘛？钓鱼，钓鱼嘅，等下，看你阿样嘅，你会钓鱼嘅？我啷讲，我唔识钓到，我本来贪到咧。真嘅，我唔过我要钓到一百。啊，钓到一百哦！我印象清晨，佮条鱼诶吼，半身不遂。哈，佮鱼诶吼，半身不遂，还佮抢命。你有地哦？哎，我不钓到。你用讲我钓唔到呢？因为啊，头摆佮钓鱼诶吼，佮钓鱼钓诶吼，我用眼线来握着你嘛。佮钓鱼诶，佮应该有只刀钓，佮鱼诶也唔会变焦。系啊。佮我眼线一握吼，佮卡太鱼诶，也得变咩？咩得出出出？所以想会钓咪钓唔到咧，钓唔起啦。所以我讲到嘅钓鱼嘅吼，我都好少，佢哋钓好钓好够嘅啦。不过实在讲，钓鱼嘅要耐心咧。唔过吼，很有劲咯。
台湾人钓的吼，有讲究哦。跟人家钓饼吼，莫本事莫欠到，莫个欠到吼，就钓无鱼的啵。系哦。哎，哎，所以讲，爱钓个钓饼吼，不要听下，爱看到飞人家来吼，哎，莫啦欠到，莫啦欠到，然后钓爱钓网啊，潜出水哦。嗯哼。嗯，钓饼万万钓到。哦，钓到嘛个？钓到嘛个？钓到黄鳝。哎呦！钓饼出出，嘿，钓嘛个？钓嘛个？钓模式啦，钓饼炯炯，钓到一水桶。好。讲到了钓饼万万吼，哎，你啊，实实来谈谈那个爱心义村歌唱班带来好听的歌曲《钓饼万万》。傅老师。大家都好同意讲笑话，系咪做啲讲条笑话来？又讲笑话，当然咯。你好，唔系蒙爱就会讲笑话。哎呦，冇爱用啦。我今天要讲嘅笑话系按照宋冠义嘅笑话。宋冠义嘅笑话。看人嘅解释。嗯。啊，看人用嘅去想。嗯哼。有啲人叫什么来嘅？系。他要那阿翠，天要那铜锣，天山王的乞哥。阿翠铜锣乞哥。来，有人夹咩啊？系。就来讲，阿翠。嗯。你冇打铜锣哦。我唔去过水木，哎呦，唔水个宋冠义啊！你上我爱去咯，结果我冇唔错，叫阿翠你冇打个铜锣，你阿哥冇打露台，我爱留梯山咩露台，我爱留西露台呢，强下水木。哦，跟你上个去过，跟嘛，要那个宋冠义啊！错啊！哎，我哋客家山个千多宋冠义，嗯哼，可比讲，顶错跌落翻正杯，嗯哼，个顶错时嘛，跌落个翻正杯方。佮等错时，啲反正杯冇办法整得到吧？吹唔到，吹唔到，真冇少。我啲反正都吹翻嚟嘛。嗯。所以你等错跌到反正杯，就表示讲你冇整心。啊，冇整心。佮整啊，唔系整翻的整，宋冠义变到你冇正经的整的佮整心。系啊，冇整心嘛。啊，咩水拿来吞落肚？咩水用的是的？系啊，无所得的。咩水吞落肚，老人家肚肠都黏咯，黏到糊的。嗯哼。哦，那黏心肝。一念呢，让我哋客家人咧思念一念呢，穷人，一语双关呢，也系念心肝，也系思念心肝，还有三更半夜不吉祥，个直播会不吉啊，三更半夜忌讳吉祥，乜个意思？我操你呐！佮有鬼啊！哎，佮有鬼啊！这个直播啊，咩啊？佮这个有人暗中啊，啲搞个咁嘅。不吉啊，这不会吉事啊！哦，那暗挑唆，我讲莫告诉人做坏事哦，佮你哦那挑唆，三更半夜不吉祥，就讲着一天有人这个挑唆。哦，也有人作怪的意思啊。对，还有马上拿来穿针眼，马上按太条，穿个针孔啊，针皮啊。哪穿的个呢？记得个，你用每人用办过得心，嗯，没过得个针皮的心。是你自己恩用的故意的嘛？按本事来一想，讲啊哦，哎是才用下头脑，就提讲哦，一个真实的意思系乜嘅？客家人有学问哦。啊，当有学问。还有啊。我哋作山啊，作夫啊，嗬，山就山，夫就夫。嗯。喺我哋拿个山丘啊，来准夫啲嘅村啊，像台北做阿兵哥啊，紧急集合。用吧。个骗人的山拿来准夫用的，竟穿唔落。个爱穿的落啊。山丘拿来。当夫穿啊，当夫作啊，佮就做唔下啊，练唔到嘢嘛，跟人咧三朝那练到脚康，系啊，跟用气，用我有办法穿嚟作咯，嗯哼，所以讲三朝拿来当夫作，就咪个意思，人哋艺术家练得差，练唔出嚟，佮三老三朝老脚练下嘢，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又系讲人生为什么，说哎呀，老二啊。搞唔出钱咧，连查咧。哦，哎呦，又到线上冲过嘅时间。用啊，系啊。吓，跟系睇得唔冲系讲好啦。啊，冇啦。冇中系，很多人系冲唔讲。好啊，好啊，做得啦。好。